没有啊，阿坤，你刚好在家。怎么了？小叔骑车过去把我家鸭子腿都碾断了，你怎么可能就跑了？怎么可能？小叔还在里面呢。这一刚好，如果都拍下来，你自己看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样吧，这些钱你先拿着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鸭子给我！哎，小叔，我们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呀？是啊，回去再说。幸好是撞到鸭子，不是撞到人。小心点，有没有伤哪儿了？没事，够不着了，咱就不要了啊。好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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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把那个给你捡到。李小叔，你骑我车就算了，连板。怎么了？是不是骑车摔了？没有啊。给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撞了小西家的家？没有啊。错了就得认，连视频都拍下来了。啊，各位，小叔真没有。我们看到鸭子受伤了，遇到路中间，小叔就给他移到边上了。真的？哎，我还赔了100多块钱。那鸭子呢？我拿走了。我找他去。哎，没事，小心。搞得我一天啥事没做。哟，还给我整好了呀！啊，我哥付的钱当是我的，谢谢你帮我整好，太客气了。哎，这鸭子，晚上就过来吃饭呀。哥，你回来啦，吃饭吧。哇，今天加菜啊，托你的福。哎，这鸭是？就你朋友那只。你没跟人家吵起来吧？没有，人家还带回去给我们收拾干干净净，客气得很呢。看来他本质并不坏嘛。嗯。你今天骑我摩托车就是为了踩这个？啊，阿坤，你别骂小叔了，其实是我想吃春鸭的。我是说，这么好玩的事也不叫上我。就不像人了。我跟文天去就好了。哼，你是有了媳妇了你？谁的娘啊？姑娘就不是娘了。老姑娘吗？